现在天亮了，可以准备打仗了、啊。还没的，还没天亮。天不天亮，那反正柯文哲胡说八道惯了吧。跟胡志强本来就还不错了。拉胡志强来当门神。大陆小组委员当然是找那个熟悉大陆事务的。某一位国民党的议员的建议、哦、成就自己，那不惜踩在任何人的身上，给年轻人机会，说好吧，那我们就来办个海选了。海选市长还比较实际一点。跟他同台，你是加分吗？我看马老师讲最恶烂的地方，对我来讲，它就是历史的一部分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都是他消费糟蹋的题材。